医院里人来人往，不安全。你跟我回家。回家。现在大家都知道你是我的表哥，我应该把你接回家住。 只是他的大腿上还有一处伤，看上去也是刚好不久，像是被炮弹打伤的一样。喂，是主任吗？是我。什么事儿？有件事儿是关于李世杰的。我想还是跟你当面聊聊。好。 别动！老婆，你怎么在这儿？很意外吗？进去。老婆，你是怎么找到这儿来的？哼，你既然能把他叫外卖的发票拿到局里来报销，我自然能够猜到那些东西都是给谁吃的。但是你放心。 李世杰他不知道，哼，老婆啊，回去。你说大家同事以上都是老相识了，你何必这么做呢？有什么话你直说嘛。我也不想麻烦你们，我马上就要上船了，可是我还是没有跑掉。李世杰现在到处抓我，他到处抓你，跟我们有什么关系？我们也没办法。你别忘了，我也是个被通缉的逃犯啊。可是你现在不还好好的站在这儿吗？ 你要做什么？我要走，离开上海，你帮我。我帮你？我帮不了了。不可能！你是上海市警察局长，你说你帮不了我？你很清楚，要抓你的是李世杰特工部，我们警察局在特工部算什么呢？而且你的事情。 现在宪兵对日本人都知道了，我实在是帮不了你了。好，哼，既然这么说，那就一起死！老婆，老婆，冷静，冷静点，冷静点，有什么话你慢慢说啊。你冷静，慢慢说。听我跟你说，我能坐下吗？坐下。 不过你离开上海以后，你想去哪里？是香港，还是澳门？要不这样，你先去广州，到了广州以后再决定去哪里，好不好？老婆啊，我们都是同事，你的遭遇，我们都很同情。对对对。 你要恨，你应该去恨李世杰，你怎么能恨我们，对不对？对，你要恨李世杰。哎，给我老实点！打死我！打死我！打死你不就要跟打死一只蚂蚁？所以，恐怕我帮不了你。不过，我可以给你出一个主意。说，你说，李世杰最心爱的东西是什么？是权力，钱。到底想说什么？不，他最心爱的东西，不是权力和钱。 而是他的女儿。你的意思是，让我去绑架丹丹？你只要把他女儿抓在手里，你就抓住了他的要害，他还不凭你摆布？你想想。
这比你求我不是强多了吗？主任说的一点都没错，只要你能把李世杰的宝贝闺女控制在自己的手上，那你不是还想去哪儿就去哪儿啊？你说呢？老谢，没人跟踪你吧？没有，我兜了好大一个圈子才进来的，腿都跑酸了。这做特务啊，根本就是个体力活嘛。体力当然少不了了，但更重要的是这儿。哎，你说康子琴进医院了，出什么事儿了？哦，他出车祸了，被汽车给撞。你说的这个情况很重要，辛苦你了。真的很重要？当然非常重要。嗯，我提供这么重要的信息给你，你是不是可以透露一点点消息给我？你到底在执行什么任务啊？好了，先回去吧。记住啊，要密切关心范伟晨和康子琴的一举一动，还有你父亲那边的反应。嗯，我能问你一个问题吗？什么问题？为什么要监视范伟晨和康子琴呢？不是跟你说了吗？不要问，这是秘密任务。但是范伟晨他不是坏人。丹丹，好和坏不是表面上看的，以后你就懂了。你不会伤害范伟晨吧？不会，你放心吧。你现在啊，要把个人感情放在一边，专心完成任务，明白吗？嗯，明白了。抓着人了吗？还没有。只要他不离开上海，就是钻到黄浦江底，我也把他给捞出来。你说这个该千刀了，跟了咱们二十几年，怎么就是个白眼狼呢？抓着他，一定不轻饶他。错误是我犯的，我向组织检讨，接受处罚。现在不是说这些事的时候，关键是要尽快找到人。我追出去的时候人已经走了，我又追了两条街还是没有找到。我立刻向组织报告，看能不能通过其他的渠道得到他的消息。还没有包着喜的下落？兄弟们在江边找了一夜都没找到，不会掉江里淹死了吧？死了更好，这个千刀万剐的东西。谁要千刀万剐啊？跟你没关系。家里出什么事了？你看你脸色这么难看。丹丹，快去上学去。
不说就不说，谁稀罕？哼！活要见人，死要见尸。晓得了。哦，对了，主任，今天医院来电话，康处长今天出院。知道了。你昨天去医院了，康子金情况怎么样？还好吧？你说我现在哪有心思关心别人呢？啊！哎呦，你说损失了这么多钱，我这心都要碎了。光知道钱，我问你，谁救的康子琴？哎，你别说，还真是挺巧的。是他什么表哥？表哥？什么背景？听说是个乡下人，也没什么文化。哎呀，你说这个时候了，你能不能关心关心自家的事情啊？啊，你那么多的朋友，你到银行去求求人，看能不能把他们家钱找回来啊？你那些钱有多少是见得了光的？你去找，就是告诉人家你的钱来历不明。那我那么多钱，啊，那么多钱，赶紧到呢。滚！老包，你干什么呢？帮个忙。田阿婆，来慢点啊。这就是我们同事多三的妈妈田阿婆。田阿婆，这是我那个表哥刚从乡下来呢。哦，以后呢还请您多多关照。是康小姐的表哥啊。啊、嗯。哦，好好好。啊、那个他腿伤了，在咱们这儿住几天。哦，没事儿，有什么需要我做的呀，尽管吩咐。大家都是一家人，没什么好客气的。谢谢您啊，那我们先上去了。哎，好好好，慢点，表哥。啊，您忙。哎。来，快进来。好。哎呦，这地儿不错，还有里屋呢。啊，没事。哎呦，哎呦，我的天哪！慢点啊。好好好。以后啊，你就跟我们一块儿住在这个屋里。在里屋睡，你放心，我睡地铺，行吗？你简直就是瞎胡闹！怎么了？表哥跟表妹能住一屋吗？这让人家看见该怎么办？你把门关上不就完了？你知道楼底下有多少只眼睛盯着我们吗？那我拉窗帘行吗？你谁呀？请进。哎，田阿婆，有事啊？康小姐，有你的电话。啊，好好好，谢谢啊。表哥，你别站着坐呀。哎，没事，表妹，你忙你的吧。接电话去吧。哎，来坐。喂，怎么回事？你先喝点水来。啊，不忙不忙，兄弟，我呀，我跟你说几句话。你看啊，你又怎么帮我们，又怎么辛苦？这样，从今天起，你睡沙发，我心疼你啊。我皮糙肉厚，我没事，我睡里头啊。邓先生，哎，我不是你们的人哦，我没有义务听你的。不是啊，兄弟，我岁数比你大呀，你得听我。但是你要替自己考虑。我为他考虑了，我们俩这么长时间，没见，他出事了。出什么事了？丹丹被绑架了。啊？谁干的？鲍志喜。他。
才大三阳跟我见面那个人就是鲍之喜。他？他现在绑架了丹丹，李世杰肯定不会放过他。去李家看看。行，那我现在就去。哎，等会儿，等会儿。你们俩这嘀咕什么呢？老邓，我们俩出去办点事儿，你在家乖乖等我们回来啊。啊，走。哎，哎，我哪个？这就跟扔垃圾似的，把我自己扔这儿了。见包之喜的事情，到底该不该和李世杰说？如果现在说，会不会引起李世杰的反感？丹丹被包志喜绑架，李世杰会为此迁怒自己吗？但是如果不说，万一包志喜被抓后供出在大三元和自己见面的事情，李世杰同样会质疑自己，到底说还是不说呢？康子琴犹疑不决。进。方处长，主任，请您去一趟他的办公室。啊，我知道了。事情你都知道了吧？听说了一些，但他没事吧？这个疯子，他要敢动丹丹半根汗毛，我活剥了他。他没提出什么要求吗？他要我放他出上海。您答应了？答应了。那他为什么还绑架丹丹呀？他要我亲自送他走。主任，这不会是他设什么圈套了吧？即便是，我也只能答应。我不能让丹丹受伤。您需要我做什么吗？你知不知道他为什么会这样做？对他我是了解的，他不被逼到绝路是不会做出这样的举动的。我不大清楚。爸，爸爸，爸爸，爸爸，丹丹，爸爸，主任，都准备好了吧？准备好了，你放了丹丹，我送你走。李主任，我可以装傻，你不会认为我是真傻吧？一个小时以后开车到江湾路，我在那儿等你，你一个人来。如果我多看见一个人，你就见不到你的宝贝女儿。我能做点什么吗，李太太？谢谢你的关心，我现在什么也不能做，我只能在家等老李的消息。绑架他的人只是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，不会对丹丹怎么样的。要是丹丹真的出点什么事，我们可怎么活呢？喂，好的，怎么样，李太太？老李现在就要去见绑匪，那事情一定很快就解决了，你不要那么伤心。我要去教堂为丹丹祈祷，那我就先回去了。啊，谢谢。你别送我。这次李太太可损失不小了，听说银行里的钱全被那个包之喜给挪走了，活该！谁让他平时那么招摇的，整天我们家李先生这样，我们家李先生那样。哎，听说。
别叫了！我告诉你，如果老子跑不出去，你就给我死在里边啊！今天我就是一个人来的，我的为人你应该是知道的。我就是太知道你的为人，所以我不得不放。我女儿在哪儿？等你把我安全送出上海滩，你自然知道她在哪儿。上车。眼里就是个太监，一个奴才。老鲍，有些事情何苦搞到这种地步呢？有些话说开了就好了。怎么这么多汗呢？不想喝口水，别动，给你压压惊。有毒吧？信任。李世杰，你的心肠有多狠我知道。王太太不就是因为一点钱的事就被你和你老婆给弄死了吗？你们全家都不是好东西。你跟冷建平斗，他也不是什么好东西，我不妨告诉你。绑架丹丹的主意就是他出的。是他？对啊。哼，你恨他，他也一样恨你。我找他让他帮我逃出上海，他不敢，于是他给我出了这个主意。怎么样，是不是恨得牙根直痒痒？没事，等你帮我逃出上海，你自然可以找他算账去。还有，康子琴，他也不是好东西。我的事儿他都知道，他没告诉你吗？他就知道，特工部里没有好东西，都是混蛋。说的太对了，都是混蛋。来来，上车上车。多送一个你不该去的地方，上车。
咱们就又回来了。李世杰，李主任，我跟了你这么多年，你是个什么人，我太清楚了。人都想活着，想活好，就是因为在你面前，我只能忍，只能装，但我心里头不认。你现在看到的，才是真正的包之喜。如果这次我能离开上海，也许还能活。我回来了，必死无疑，我认了，我不会向你求饶的。我只有一个要求，别折磨我，给我个痛快的，留个全尸。我答应你，告诉我丹丹在哪儿了。你真的会答应吗？答应。丹丹在哪儿了？放心，我不会对孩子下手的。太古轮船厂火葬。被利器划伤，伤口很深。别跟我说这些，你就告诉我将来他的脸上能不能留下疤痕。很可能会。记住，如果他的脸毁了，我就把你脸上这张皮给揭下来。医生怎么说？我的脸上会不会留疤啊？不会，绝对不会。妈妈，你怎么？
家里不是有些唱片吗？可以拿过来给他听啊。哦，我明天拿过来。嗯。帮我个忙。他怎么会好意思来？你有事儿的时候他不闻不问，现在却来了，别理他。他来肯定找我有事儿，帮我把那两个尾巴拖住。好，那你自己当心啊。嗯。你什么意思啊？我怎么了？有本事你现在就走。你走。别追着，管他干什么？我们是奉命来保护康处长。这女人翻脸跟翻书一样。我问你，女人是不是都这样？不用管她，走。走。丹丹的事儿你都知道了。动静这么大，谁会不知道？听说包志喜这次啊，偷了李世杰银行户头里的钱。日本人呢，正在查这笔钱。李世杰这次啊，损失可就大了。你最近到底去哪儿了？我最近在忙一些事情。听说你出事了，我也很担心你。是吗？你那个假丈夫是不是跟你说什么了？他是来照顾我，但他什么都不懂，遇事就会冲动，会坏事的。他也只是好心想帮帮忙。是越帮越忙。哎，明白的事情怎么样了？银行呢，不能常去，会被人怀疑的。况且，最近李世杰派人保护我，说是保护我，实际上就是盯着我，我没法去银行。哎，你被车撞了是怎么回事？还有你那个表哥，你什么时候有个表哥呀？我只是觉得到了上海之后好多事情都发生了变化。不管怎么样，你必须相信我。康子琴一直在思索谢逸夫的话，敌人已经知道他的存在，这意味着什么？他心知肚明，留给他的时间不多了，但他有一个直觉，就是谢逸夫并不是那么真实，他对自己有所隐瞒。你可回来了！你把他给你菜吧。忙忙忙忙忙，又忙到。你说你一天到晚忙到什么呀？啊，大早晨出去，现在才回来。我跟你说，我自己在这待着我都快憋死了。来来来，我跟你说个事儿，你跟组织联系。不是你联系上没有怎么样了？我跟你说啊，咱们现在在上海，在敌后斗争的方式跟根据地不一样，所以必须处处小心，说话注意点，知道了吗？知道了，用不着你教我，好歹我也在便衣队干过，对付汉奸呀、狗腿子呀，这些事儿我比你知道。明白就好。哎呀，我跟你说呀，跟组织上联系的事儿不能太着急。你突然失踪，为了安全起见，组织上一定会把之前的联络点撤掉的。那现在怎么办？等，等机会。等等等等等，等到什么时候？我总等啊。别着急，千万别轻举妄动啊！我可以用暗语灯泡啊。
日本人设立了专门的保质检查机构。再说你们之前没有沟通好，你现在登了报能找着吗？窝囊死丫头，我还不如在部队呢，对吧？在部队起码打个伏击战，我还有时间吧？一天、两天，不行三天，我起码有个点儿吧？我现在呢，我都不知道我在等什么，等什么时候算完？这就是敌后斗争的方式，和在根据地是不一样的。老大，别着急啊。行了，你想吃什么？我给你做去。行啊，现在都会做饭了，刚学的。想吃什么？只要你做的我都爱吃。那你等着啊。行了，今天我来做饭吧。哎，你下来干什么呀？我来吧，你休息吧。去练会儿琴，我来。不用了，油烟味你不能闻，怀孕了。我来吧。没事，我来吧。别，我来就行了。把围裙给我吧。不用了。不行，我做就行了。没见过你们夫妻这样的，还这样你让我，我让你的。他是怕我累着了，还是城里人好，不像我们乡下。我那会儿挺了个大肚子，还要下地干活呢。我们那口子啊，问都不问一声。那晚上的洗脚水啊，还是我给他倒呢。阿婆啊，这做饭也是一门艺术，这讲究色香味俱全，你不能呢只满足人的味蕾，这眼耳鼻舌身啊都得有美的享受，跟弹琴一样有异曲同工之妙。这读过书的人啊就是不一样，做饭还能做出这么多道道来，比我们乡下那个张财主家那强多了。给张财主家做饭啊，你就是多一勺盐，他都要说到你半天呢，抠门哦。这张财主还真是够抠门的，还好我们家子琴没这么抠门，咱们吃上饭还能吃饱了，还不错。我这是啊，不会念经瞎讲经，这真要是说起做饭，我是三只手也赶不上您啊。